可爱的台湾好情吉祥物在台上载歌载舞，拉开记者会的序幕。台湾好情88安平线99台江线观光公车将成为台湾好情31条路线首条准备达成百万乘客的公车路线。从99年的15万到100年的21万，然后到去年的37万，那现在呢已经97万了，等于说今年到现在为止呢已经24万了。那所以今年呢大概在九月当中，我们就可以九月十日就可以知道说它突破100万。为了迎接百万乘客的到来，只要成为第100万名的幸运乘客，随即送上价值5万元的精美豪礼。在公车套票上面也大大升级，结合许多美食、古迹、门票等优惠，甚至还首次与高铁合作推出联合车票。努力的将8899跟高铁的票券、高铁的价值来结合，这在台湾也是非常新的。也就是说，为台北啊，坐车到台南，你直接买票呢是没有打折的。但是呢，只要你买我们的8899的券，结果还有75折。更加的划算，来台南旅行更加的划算。8899安平台江线串联台南知名古迹、生态公园与特色小吃，让想要来台南自由行的背包客们一个方便的选择。到了假日，大家也不妨搭搭公车来一趟不一样的台南之旅。记者周正宇台南报道。